刚刚忽然一阵暴怒啊，因为我以为又要被他妈锁了，然后刚刚有人过来，就有人写给我说，那个只是那个，就是你被检举的话，就有人寄通知，那个就算了。道歉啊，干！谁他妈道歉呐、啊？我也不会道歉呐、啊。这个刚刚对那个叉烧的语气是冲了一点、啊。其实我要针对的也不是他啦，是他妈的格瑞娜，我以为他又要哦，就是，刚刚有一阵暴怒嘛，然后我以为他妈的账号这样子也他妈被锁，后来有人寄给我说那个是那个，就是你只要被检举，他就会寄，那就算了。